神秘的人先别问，先伪装安分，爱试探的眼神正泄露着几分心机，也许要等万种可能，一直认这一个身份，千丝万缕的线索勾起了那不宁的心神，独行人独家圈独家梦独家魂，我们一构成第一人称，背过身猜的稳猜的准猜的很猜猜，我细细游戏的分独行人独了圈独了梦独了魂，想问究竟谁最终获胜，不这又怎么变人，谁是我吴大进，现在抢救过来，现在外面的，身上垫子选好哥，马上准备。宋瑶。我妈怎么样了？情况不太乐观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求求你救救她，多少钱我都愿意出。你妈妈的情况你也清楚，手术的难度太大，我们医院呢也没有这方面的权威，真的做不了。我来想办法。对，马上。谢谢李教授。好，安排直升机去上海接李教授。李教授，他可是知道你真实身份的，万一……去接。好。李教授，哎。这是病人的资料。好。你们怎么了？别担心，李教授是这方面的国际权威，你妈妈一定会没事的。好。在看什么呢？1072。什么呀？那个灯闪了1072下。你如果想哭的话，就哭出来。在我这儿，你不用这样。
放心，阿姨一定会没事的。不哭了。对不起，大喜的日子，新娘跑了。没关系，我理解。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。我猜到了，你肯定是有苦衷的。 这些年，我妈妈的事情就像一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底。你要是想说，我愿意当你的树洞。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在家里写作业，电话就这么突然来了。喂，喂，你好，这是宋秋霞家吗？她是我妈妈。哦，小朋友，你爸爸在吗？我没有爸爸。哦，那还有别的大人在家吗？没有，没有了。啊。 我们家没有其他大人了。医生说我妈妈出了车祸，情况非常危急，司机倒是找到了，说是喝了酒。可我妈妈这一趟，就是整整15年。后来妈妈的好朋友知道了这件事，亲自来到岛上，找到了我。 了解完了情况，就把我接走了。这位朋友，就是顾子俊的妈妈。你也知道，我经常莫名其妙惹上麻烦，以前做了那些事儿，得罪了不少人，所以这几年我一直都很小心。 对不起，瞒了你这么久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我妈怎么样了？李老，手术很成功，但是。 病人能不能醒过来，就要看他自己的意志力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李老。放心，一定会没事的。 这一次辛苦您了。
你怎么还是回来了？既然当年已经出国，何必再回来掺和这些事啊？该来的都会来，躲不掉的。你呀，您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泽叔，车准备好了。辛苦了，我去送一下。请。学长，宋瑶逃婚这事导致成天的股价下跌了3个点，恐怕季红林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进入董事会的事可能要延后了。季红林那里我有办法。对了，特护病房已经安排好了。2006年7月30号，这不是？对，季承川出事的日子。同一个时间，同一个地点。我一会儿去查一下。好，希望这一切都只是巧合。喂。我现在马上回来。嗯，你先回去，公司还有些事要我回去处理。我是不是给你添了很多麻烦？没有，别多想了，回去好好休息。无论如何，真的很谢谢你。快去吧。会是个上进的二代，没想到也是个恋爱脑。这位太子爷自从回国了就没消停，没见着搞出什么成绩，花边新闻倒是一大堆。有一说一，这种儿子认回来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死赖。这说的是人话吗？屏幕那头不会是狗在打字吧？一夜蒸发数十亿，成天集团危在旦夕，世纪婚礼变闹剧，父子反目为一女，新娘婚礼大逃亡，成天太子惨被绿。不行，这事是我惹出来的，我必须想办法解决。由于日前成天集团总经理季承川的一系列风波事件，成天集团市值已蒸发近30亿，在此阶段成天集团将如何应对？这就是你给我的交代？承川啊，不是舅舅说你，你也太任性了吧！我早就跟你说过啊，那个宋瑶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你还跟他在一起胡闹。你说你让我们怎么和董事局解释啊？这一次，我和你爸也保不了你了。我看啊，这总经理的位置，你先让出来吧。董事长。听说您对日月湾的项目感兴趣，我以总经理的职位做对赌，参加一个月后日月湾湿地度假村转让的招标，如果成功，我进董事局；如果失败，我离开成天。
愿赌服输。如果失败，你可不要后悔。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。今天我要在此对我跟纪承川先生的谣言做出澄清。来了来了，成天的公关来了，坐等打脸。关于我婚礼现场突然离开，实属事出有因。当时得知我母亲病危的消息，我是不得已才离开婚礼现场的。还以为有什么新意，结果还是老模板打亲情牌。要不要给你弄个水滴筹啊？成天公关负分滚粗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真的有人信这个你说的话吧？你品，你细品。希望大家能够做到不信谣不传谣，能够给我和纪承川先生一些私人空间，不要对我的家人和朋友造成误解。对于此事造成的影响，我深感抱歉，希望能获得大家的谅解，谢谢。纪承川这货怎么不死外头啊？有一说一，这种儿子认回来有什么用啊？那位叫岁月静好七八九二六的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有什么事你就站出来骂我可以，凭什么骂纪承川啊？你还挂素人？没错，说的就是你。我今天就要做最后一片雪花，勇闯天涯。你们认识纪承川吗？你们了解他，知道他吗？凭什么这么冤枉他呀？我告诉你，黄璐不是马外之地，知道吗？他现在还不如把你推入大坑。你放屁！我给他惹了多少麻烦，哪一次不是他站在我前面的？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就在这里嚷嚷，好一个键盘侠。我之前被人纠缠的时候，都是他在保护我。我被人堵在巷子里，是他护住我。我害怕打针，是他用手遮住我的眼睛。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还是他陪伴我，帮我解决一切难题。他，我是来吃瓜的，为什么被塞了一嘴狗粮啊？我真香了，姐妹们，这段我先喝为敬了。哎呀，酸死我了，酸死我，酸死我了。咦，我好像看到了什么。你听我解释，我干嘛？你还差我最后一步，纪太太。手下留情！你以前不是喜欢浩浩吗？你也知道，那是以前。别！宋瑶，你要是被逼的，就眨眨眼。我就知道吧。纪承川这个狗东西，你除了抢九豪都还会干什么？宋瑶，你放心。一定要拯救你的。天哪！
妈，咱家公司都亏成这样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啊，我是不是怀孕时候吃错药了？怎么生出你这么个笨蛋？季承川拿他总经理的职位跟你爸对赌，一旦他失败啊，会离开成天，到时候集团还不都是你的？可我哥那么厉害，那能输吗？这不是有你舅舅呢吗？哦，啊，现在的网友真厉害。什么都能磕，我明明那么认真的解释，绝美爱情神仙眷侣，我的天！哎，你知道他管我们叫什么吗？谣传夫妇，也太肉麻了。有你刚才肉麻吗？我还不是为了帮你。喂。是宋瑶吧？我是梁静怡，我们见一面吧。现在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嗯。你的好妹妹约我。我是独生子女。嗯，那有没有兴趣去看一场大戏？荣幸至极。不就是为了钱吗？这里是500万，你立刻跟季承川离婚。才500万啊，看来你过得也不富裕啊，梁小姐。宋瑶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你以前那些破事儿，我可知道的一清二楚。识相的话，拿钱滚，否则。别怪我告诉季家人。随便，我老公什么都知道了，可他就是爱我离不开我，我也觉得很苦恼的。少看点电视剧吧，真当我傻，等着被你泼。这里是1000万，不要纠缠季承川，他是我的。宋瑶，很多东西是拿钱买不来的。醒醒吧，梁小姐，真当自己是玛丽苏小说的女主角吗？拿我的支票本，就为了这事儿？还好，还好没拿走，要不然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啊。可以把你赔给我。谨言慎行吧，季先生，你可是公众人物。
沈双双，谢谢你的支持。爸爸，强强，我们爱你，要注意身体啊！喜欢吗？哎，专门为你准备。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，你就尽快说吧。在，哇！我去，这。喜欢吗？嗯哼。你不会喜欢的不是宋瑶，而是我吧？别爱我，没结果。我需要你做的很简单，帮助我一起。把公主从恶龙纪承川的手里面给救出来，明白吗？不明白。不明白。跟你俩说也说不懂。总之，以后你们俩听我指挥，我指哪儿你们就打哪儿，这不好吧？这不是叛变吗？我沈双双是那种人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大哥都听您的。冒昧的问一下啊，为什么是我们俩？根据我反复考量，再三斟酌，仔细推敲，百般分析，说重点。你们俩跟宋瑶最熟啊，那您这位置在他们俩中间可真是有点尴尬。嗯，他们俩是假的，这事儿我早就知道。这你都知道了？废话，我和宋瑶是一边的。这事儿啊，天知地知，你们俩知，我知。总之呢，我们就是要把宋瑶成功的从恶龙手里面给救回来。那你怎么就知道公主没有爱上恶龙呢？对呀，不可能啊，她肯定是被纪承川给胁迫的。本正义骑士就是要行使正义，你们俩就好好配合我 ，understand？死的。OK。哎，宋瑶，你老公可真好，长得又帅，人又温柔，还时不时向段医生询问你妈妈的情况。哎呦，太贴心了。走啦。嗯，拜拜。那天我和他在玩捉迷藏，后来煤气就泄漏了，起了火，我也从此患上了怕火的应激障碍。你回来了，哎，你放心，没有火的。又在搞什么？你在做菜呀？我看你之前家里从来都不开火，我就把有所有带火的、点火的全部都给换了。怎么样，够聪明吧？
这是什么菜？蚝油炒生菜呀。不过我不小心把老抽当生抽多倒了一点，虽然看起来不好看，但肯定能吃，而且绝对吃不死人。小心点。哎，没事儿。哎呦，我菜还没弄完呢。别做了。疼吗？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你干嘛去啊？你手不能沾水，我来做。你会吗？等着吃吧。我来打下手。怎么了？你眼睛抽筋了？围裙。Sorry， 请。好了。一杯隐藏已久的关系，一杯其实我很不开心，装睡的城市摘下面具，终于我找到最真实的你。帮我打个鸡蛋吧。哦。猜猜属于哪颗星，我会实实在实再送给你，现在换你猜猜我来自哪颗星，上辈子是否拯救过一颗星。 Oh no，让我们靠在一起，你说流星有没有秘密，月亮是不是假装清醒，就像我就像你飘零无依，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一件披星戴月的外衣，睡着的城市偷走梦境，一起做晚饭，让我无闯入你的游戏，你用真心猜猜我来自哪颗星，晚餐上辈子一定拯救过银河系。 Oh no，分享今日。你那好了，快尝尝，你这个味儿最好吃了。嗯，圣思美颜。大哥，以我对瑶瑶的了解，这件事必须徐徐图之，攻心为上。徐个屁呀、啊！
这公主都已经被奴役做大餐了，我在这吃泡面。不行，我不同意，我现在就要叫你去。本来是我打算给你做饭的。我还想再多活几年。之前我妈妈的事，谢谢你。不用，我们之间不用那么客气。那我们也算是冰释前嫌了。之前我们之间是因为不够信任，但现在我决定，我要全力配合你，再也不给你惹麻烦了。让我们做一对互相信任的模范夫妻。好，季太太，今后请多多关照。多多关照。喂，双双。瑶瑶。啊？喂，双双。双双，喂，家里好像出事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终于来了！到底怎么了？热水管爆了，沈双他也不会修啊。就因为这个，你们两个叫的撕心裂肺的，我还以为遇到什么打击报复了呢。你家都被淹成这样了，那也差不多了吧。行了行了，赶快下来吧，叫个修水管工。水管工在这儿。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瑶，我跟你说，你赶紧上去看看吧，这水管再不修，咱家就成威尼斯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几天你不在家，家里鸡犬。你怎么来了？我陪我老婆回娘家不可以啊？这什么老婆老婆的，人是自愿的吗？你就老婆老婆叫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们俩是合约夫妻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。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我们俩是领过证的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逼他和你结婚的。我一定会从你手上把它抢回来。就凭你？你除了会吃喝玩乐，当一个米虫之外，还会干嘛？就像你表里不一，一双黑白。